有日本人。杨姑娘，低着头走。知道了，六哥。鬼！这！让他们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！快，把枪放下！杨姑娘，快走！你是鬼六了，杨姑娘，你……我不是杨姑娘，我是川岛之子。带走，走，跑，跑！呸！狗汉奸，咋说话呢？敢骂我？这就是你的武器。哼，这就是为你而准备的。太君，这个就是敲猪刀。嗯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今天我要用它来练练手。叔叔，嗨，哎，写的啥玩意儿啊？不知道啊。哎，哎，写的啥玩意儿？你看，你看这鬼出啥事了？这是？哎，我快过来看看。杀小日本了！我念念，我念念，六子杀还是怎么回事？皇军要枪决！你看这鬼六子！天哪！说，你是不是共党？哼！哎呦喂！说！你们到底有多少人？哎呀！哎，六子哥，你这是何苦呢？说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个是个贱女人！呸！只要你招出共党有多少人，我就放过你。妈的小兔崽子，明天再审你，你们两个看住他，走。你得什么得干活，没看到皇军吗？太君，前面什么路啊？饭了。醒醒，你看看我是谁。你太君呢？人跑了。
你们两个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。谢您的救命之恩，敢问您尊姓大名？我叫高飞，镇北军的。镇北军是专杀小鬼子的镇北军吗？对，专杀小鬼子。太好了。对了，你师父呢？咋了？我师父被小鬼子杀害了。对了，我师父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封信，让我交给高叔叔您。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。高叔叔，镇北军还需要什么样的人？你看我，我行吗？孩子，就凭你这身功夫，就跟我走吧。暂时走不了。我的仇还没有报，等我报了仇，杀了鬼子，我自然而然会去找你们的。孩子，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营救老百姓的。高叔叔，一定要报仇。行，孩子，我去弄点吃的，你在这里等我。这